来炸一下。好，兄弟们，三加二合出了一个大众宠，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兄弟们，三加二合出大众宠，有人知道啥意思吧？三加二合出个大众宠，有意思了啊！我操，不是吧，三加二两组大众宠 ATM 来了啊，五技能出奇制胜，五技能啊，出奇制胜加虚弥啊，两组啊，一组宝宝一组野，真的难以置信啊，三加二直接合出来的，一个技能都不差啊，太假了太假了太假了。这个胚子很舒服啊，足足的。再找一个，比如说七技能的出其不意的童子，复一盒啊，直接爆炸。这组太爆炸了，这么练腰都行啊。